修完就是长这个样子，有效吗？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周频道。听说来宏大就是要拍证件照，然后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。听说他们这边拍完照片都帮你修图，修得非常大，好像打完玻尿酸跟整形。我们现在就来实际测试一下，他修完图会变怎么样？那我们下去哦。好啦好啦，我拍完了，我拍完了，超级夸张。这里最夸张的就是他会帮你修，然后你可以现场看他怎么修，他就在你现场那边咔咔咔咔帮你修修修修，把它修完，超级夸张。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超棒，绝对可以来，整个像帮你打美肌，然后他帮我脖子修超细，完全不像我。他很酷哦，他楼下有很多人一起修图，你可以坐在他旁边看他怎么修，时不时会问你一下，哎，你觉得这样修的怎么样？手速超快。我是想说，我就是要看看他们会修成什么样子，所以我就尽量不会跟他讲说我要修什么，我就是让他们帮我修，不要用我的意见左右他们。修完就是长这个样子，有效吗？好，没有，修很大。宏大附近有很多家不一样的修照片的店，所以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。然后这家是别人推荐给我的，一种好玩的感觉，就是修越大我越开心的感觉。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喜欢。如果你的朋友要来首尔宏大的话，可以把这影片分享给他看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